只要一点点洒在五阿哥的伤处，不出几日他就会毒气溃发而亡。皇屋自永琪得继为亲王，封号为荣。皇帝可是有立储之心，董鄂氏生下的四阿哥备受荣宠，封的就是荣亲王。那个孩子在受封荣亲王不久之后便夭折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如懿传》。